怎样判断黑色素瘤？那么，如果近期你的身体出现了颜色或形状不规则的一个色素痣，或者就是原来有的色素痣，那么出现了一个快速的进展，形状不规则，甚至出现了就是明显的肿块甚至破溃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。那么尤其是出现了出血、瘙痒的这个情况，那么我们一定要尽快到医院去就诊，那么一定要到皮肤科或肿瘤科或整形科，那么做一个完整的切除，那么来进行一个活检，明确到底是不是一个黑色素瘤。那么有些病人呢，可能他会到一些小的地方做一个小的穿刺，甚至缺一小块，那么进行一个诊断。那么，请大家一定要注意，这个是非常一个禁忌的。如果你的黑痣，甚至就是有些时候，你为了觉得美容的需要，那么把这些黑痣要进行切除，那么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做，并且一定要做完整的切除。那么切除的标本，希望送到病理科去做病理检查。有些时候，早期的黑色素瘤没有明显的就是临床表现，但是。